嗱，好啦，跟住咧，我講一個德勝五部曲咧，呢個係神俾我一個禮物嚟嘅。其實咧，係個個人都有經歷過德勝五部曲，個個人都有試過。嗱，咁我簡單講，你唔使望張紙先啦。第一係留意，留意一齊講啊，留意。留意。破壞性，第二。破壞性。聖經處理。聖經處理。祈禱。祈禱。選擇順服。選擇順服。呢個咧係神嘅方法，即係我攞咗神嘅 copyright。神咧就唔計較嘅，神就歡迎我哋用佢嘅嘢嘅。你有冇發覺，當你犯罪或者唔開心嗰時咧，聖靈就提你咯。點解唔開心啊？唔開心唔啱喎，唔好喎，係咪啊？聖靈提你咯。咁呢個留意到啦，跟住咧你知道係唔啱喎，神話俾你聽唔好喎。跟住咧聖經處理，你會聖經話喎，我哋喜樂嘅心乃係良藥喎，係咪啊？跟住咧之後咧你就祈禱啦，耶穌幫我啦。咁樣跟住咧你就選擇好啦，我就選擇唔好閉翳啦，唔好埋怨。有冇試過呢個過程啊？嗱，我就將神呢個方法寫落嚟，就係得勝無曲啦。所以神做嘅嘢，我哋可以喺聖經度，喺聖經同埋神嘅做法咧，學習神點樣做嘢法。嗱，呢度留意啦，就係第一就係留意啦，有啲咩負面情緒。嗱，呢個得勝無曲，無論處理情緒、罪、俾人影響或者任何嘅嘢唔好嘅都可以用得嘅。第一就係留意，其實呢個將佢放喺記憶裏面，可以第時用得。第二咧，破壞性，你可以間住嗰三個字破壞性，即係負面情緒有冇放破壞性啊？有啊，嗱，好多破壞性嘅咩破壞性呢？影響身體，影響心情，影響見證，影響同人關係，影響同神關係，係咪？全部都影響嘅。其實任何罪都一定全部影響，所以咧唔好話犯罪唔緊要，犯罪係好緊要嘅，犯罪一定係唔好。有些人有個誤解喎，佢話我犯咗罪，我祈咗禱咪得啦。有個部分得，耶穌赦免就得。不過犯罪嘅後果嗱，好簡單，你走去打人，跟住你求耶穌赦免，耶穌赦唔赦免啊？赦免。不過咧，人哋可能捉咗你坐監，即係你一樣要坐監嘅喎。你打傷人，你要坐監嘅喎。大衛犯咗罪，佢求主赦免，佢犯咗殺人同埋奸淫嘅罪，佢求神赦免，神赦唔赦免佢啊？不過跟住有咩後果啊？要罰啦，係咪啊？刀劍必不離佢嘅家，哇，幾慘啊，係咪啊？所以咧，其實咧，佢犯嘅罪係一定有個後果嘅。你鬧人有冇後果啊？就算唔俾人追坐監，傷害關係係嘛，總有破壞性嘅。所以唔好以為有啲人錯過，以為犯咗罪咧，求主赦免咪得咯？係有後遺症嘅，一定有後來嘅後果嘅。神會赦免已經好大恩典㗎啦。不過罪一定有唔好嘅後果。就算你掘人一眼，有冇後果啊？有啊！你掘人一眼嘅時候，嗰人就開始覺得你唔中意佢咧，佢同你有啲距離係咪啊？就難啲相處係咪？但你對人笑一笑好唔好啊？好啊，建立關係係咪？好啦，心中有破壞性，然後咧聖經處理啦。聖經教我點做，我哋就跟住點做，以善勝惡係咪好唔好啊？好。不過好多人就覺得唔鋸啊，所以好多人同聖經搏拗頸喎。聖經話以善勝惡，有冇搞錯啊？乜好蝕底人哋冚完你一巴仲對佢好，哇，好蝕底喎！但係聖經話，耶穌話佢冚你一巴俾埋你，佢意思就係我唔介意，你唔係真係，即係佢嘅意思係耶穌唔係叫你咧，人哋踩你腳踩埋呢邊啦咁。個重點唔係呢樣，而係話你唔介意，你唔緊要，你唔俾佢影響。好啦，聖經嘅觀念處理，我哋對人善待人，成日都對人好嘅，唔好唔鋸，唔使激氣，又跟住咧。祈禱讚美神得力，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，唔緊要嘅，神一定幫我嘅。然後選擇啦，我選擇喜樂，得唔得咧？你而家選擇喜樂好唔好啊？好。選擇笑一笑好唔好啊？好。每一個笑一笑。感謝主，喺度笑一笑咧，非常好喎、啊。笑一笑咧，你知唔知笑咧係醫病噶？笑係醫病喎！你笑嘅時候咧，身體有醫治嘅能力，同埋笑嘅時候，人係好難同時有壓力噶。當你有壓力都好笑，哈哈哈哈！你知唔知有啲喺呢個世界上有啲會啊，佢哋唔係信耶穌，不過佢哋知道笑嘅能力啊。佢哋就成個大堂嘅人喺度一齊笑，咁咧就令到醫病喎，或者令到個人開心啲喎。其實笑是神給一個好的禮物，動物有沒有笑啊？
冇，佢唔識得笑。不過動物都有佢嘅方法開心嘅。你睇雀仔飛都係好開心嘅，係咪啊？佢有佢嘅開心嘅地方。咁咧，但係人咧有特別神俾人特別嘅禮物，就係笑啦。咁要唔要用呢個笑容啊？要喎，係咪？咁咧笑咧，並且可以建立關係。笑咧，自己又開心，人又開心喎，係咪？好啦，嗱，可以幫助自己情緒一啲嘅方法。第一，一起身就宣告神愛我，成日一起身。多謝耶穌，一落到就多謝耶穌愛我，感謝耶穌愛我。嗱，你唔使望一次啊，跟我得噶。多謝耶穌愛我，耶穌睇重我，耶穌時時同我一齊，耶穌一定幫我嘅。神喺我生命有奇妙計劃，我可以成為一個偉大嘅人。我祝福幾個人就已經係偉大嘅人啦。我祝福更多人，哈利路亞！你一世人可唔可以祝福更多人啊？可以喎，但有好多基督徒咧唔係喎，佢只係僅僅生存係基督徒嘅啫。我哋其實可以超越㗎，係嘛？可以對人好啲，可以影響人嘅喎。你翻教堂咧，唔好淨係諗住我自己聽到道喎，你見到周圍嘅弟兄姊妹，影響下佢好唔好啊？笑下，關心下佢。咁佢當佢講啲唔好嘅嘢嘅時候咧，你又唔好即刻更正佢。當佢講啲唔好嘅時候點咧？啊，我知道你辛苦。嗱，呢個咧就係留意人嘅感受，回應嘅感受。我知道你辛苦，啊，我知道你唔開心。啊！嗰件事真係會影響你嘅，咁你就認同佢感受，咁然後咧你就慢慢引導佢咯喎，引導佢點樣咧？你咁樣唔開心，你會點樣影響你自己咧？啊！我哋可以有咩辦法可以唔受呢啲影響咧？咁你引導佢，這個就其實一個簡單嘅輔導嘅方法，就聽完佢唔開心，你就認同啊，你會唔開心嘅，然後咁樣唔開心對你有冇好嘅影響？對你有咩影響啊？然後我哋點樣可以更加開心啊？這個就是引導他了，引導他這個問題，然後引導他怎樣處理，這個就是簡單的輔導方法，又引導他了，原來想多些正面的，想多些神愛我們就可以開心了，想多些神祈禱就有平安喜樂，這樣就開心了，那些不好的事知道不好就放手了，這麼簡單的，幾句說話講完了，其實這些做人道理難不難？難，不難喔，好好簡單嘅，只要你肯做咗你就得喎。咁你可唔可以做到一個咁嘅人啊？以後得唔得？其實得嘅喎，其實你哋全班可以全部轉化，得唔得？全班轉化，下一次下一堂我嚟到見到，哇，個個都咁開心嘅咧，哇，點解咁開心咧？原來個個都實行出嚟喎，得唔得啊？其實唔難嘅，隨時隨地。譬如一去洗手間，已經留意自己的腦空白，即刻感謝耶穌；一發覺自己想啲唔好嘅，即刻諗緊耶穌，得唔得？行路搭車，咦，喺度空白，淨係睇住邊個站邊個站，感謝耶穌，哈利路亞！煮飯淨喺度咁樣煮，咁又一路讚美耶穌，更加開心係咪啊？時時同神相連，神其實呢個世界係屬於邊個㗎？屬於神，你同神相連咧？你一定得福，嗱，好簡單嘅道理嘅啫喎，同神相連就一定得福，因為耶穌話咩啊？常在我裡面嘅，我也常在他裡面，這人就多結果子，就係常常喺神裡面，就必定得福，必定有多果子啦。好啦，跟住第二點，唔好覺得負面情緒係正常嘅，深信我哋靠耶穌係可以喜樂，可以活得喜樂嘅，但係好多人都覺得。哎呀，做人梗係唔開心啦，做人梗係煩惱啦，呢個係大話嚟嘅。我哋要深信，做人係可以喜樂嘅，係可以有耶穌有喜樂有平安嘅，係咪啊？係可以有喜樂平安嘅，哈利路亞！感謝耶穌。咁第三咧，嗱呢幾樣嘢要翻去做嘅，清理垃圾。譬如你嬲邊個人啦，哎呀，佢以前咧點樣虧待你啦，對你唔好啦，尤其丈夫妻子。兒女、父母或者教會的人，是不是很多時候就會掛住他的不好東西？我們就要清理垃圾，他不好是誰的問題？是他的問題。我用不用經常想著？不用經常想著，我多點想著神，人的事情化解不要緊啦。你現在想一想，有沒有想到一些人曾經傷害你，令到你很久不開心的？你試一下這一陣化解行不行？同埋一樣有個方法化解好緊要，呢個方法咧我呢度冇寫低，就係連摔人啊！
其實那些人會傷害你，假設這個是代表一個人傷害你的，他會傷害你，他會容易罵人，其實代表他的背後的以前是怎樣，被人罵得很多，所以他就覺得要罵回人，他也都受了很多傷害，他覺得好自然罵人。其實這個人做人辛不辛苦啊？辛苦。那你呢就得閒想想他，其實他都很辛苦很淒涼，那你呢就可憐他了，你就憐憫他，你就為他祈禱，你就不要跟他說我可憐你，你的心裡面你就憐憫他，你就祝福他，為他祈禱還有饒恕他，不要緊，其實他傷害很多人，傷害我有什麼所謂，其實傷害我呢還好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他傷害第二個，那個人受傷多一點，我呢可以化解嘛，那呢我們就不用被他影響，就憐恤，即是你想到周圍的人傷害你，我就憐恤他了，就祝福他，饒恕他，難不難做啊？大家想一想，有些什麼人是傷害過你的，你有沒有被他影響的，那你呢就在個心裡面就神啊，不要緊，我憐恤他，其實我給他有福，是不是，我們有耶穌給他有福，我們聽到這些道理是不是比他更有福啊？我就不用被他影響，我就心裡真心祝福他，真心愛他，雖然他對我不好，不要緊，或者當我對他好的時候，他慢慢會改變，人會不會改變啊？當你對他好的時候，他真的會慢慢改變，你次次見到他都善待他，他會改變的。我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，以前我住在一個圍村，在這個圍村呢外面呢就有那些村屋，就一桶桶水，我走過，哇，水呢有了蚊生在那裡，咁我行過咧，我就話：哇，咁樣嗰啲蚊咪走曬飛圍四圍都係啦！我就桶桶同佢倒曬，跟住有個婆走出嚟：哎呀，你做乜將我啲水倒曬？啲水好矜貴啊，要嚟即係淋肥啊！不過真係對我嚟講真係好唔啱。咁我話對唔住對唔住，佢又喺度鬧一鬧。咁啊，我話我同你裝翻曬水，佢話啲水你裝係冇用啊，有排啦。咁啊，但係我同佢一桶桶裝曬，佢一路我一路裝佢一路鬧，唔緊要啦咁。後來有一天我們送了一隻粽給他吃，送完粽給他，他記得我們這個多謝我們，整個態度不同了，即原來人呢有時候我們善待他呢他會改變的，即跟他說好話呢他會改變的，你有沒有試過這樣做啊？對人好呢真的會改變的，或者有你有一點錯，你有百分之一錯，可不可以道歉啊？可以的。那次我跟那個人說，我說呢如果我曾經即是我講的話令到你不開心，請你原諒我，其實我沒有做錯，但我就說如果我令你不開心請你原諒我，有時候我們都可以這樣講法，跟我講一次，如果我令你不開心請你饒恕我，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計較我這個小人，不要計較講錯說話，這樣容不容易啊？其實難的，沒所謂的，多一個朋友是不是好一點？是好一點，多一個敵人呢就慘一點，其實多一個敵人呢不是只是敵人對付你，你一見到他呢你的心就怎樣起曬槓，是的，起槓還有翳悶的，是吧，翳悶其實不要緊的，沒所謂的，是吧，鬆一點，是吧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好了，這裡第四點，多啲同主耶穌同埋喜樂嘅基督徒交往啊！嗱，我哋選擇朋友啦，我哋翻教堂個個都係教友，我哋對個個都善待。不過選擇朋友係你嘅選擇。嗱，有啲人咧，嗰啲朋友咧就日日打電話，哎呀，真係好衰啦！哎呀，邊個乜嘢唔好啊？我真係好煩。你有冇識得咁嘅人啊？佢講真係講唔好嘅嘢，一路講一路講唔停嘅喎。有些人呢他好像不懂得給人空間回應的，一直說不好的東西，這些人呢其實很需要幫助，你需要祝福他，不過他我們選需不需要選擇這些人做朋友啊？我們要分開，有些人是我們幫助的，有些人是我們的朋友，不同的，你做朋友是不是經常找我，經常都哎呀好煩啊，哎呀我很不開心，哎呀我很痛苦啊，哎呀做人真的慘啊，是不是需要找個這樣的人做朋友啊？不需要，我們找朋友找些喜樂的，是不是，當然這個人他在改變你可以跟他做朋友，但是呢我們真的選擇朋友呢是你有你的自由的，我的意思你不要排斥他，你不要排斥他，你見真他祝福他，
但係你祝福佢唔代表佢係你嘅朋友，即係朋友就話你雙向噶嘛。當你有困難嘅時候，你要揾嗰個朋友嚟到傾偈，大家一齊去祈禱嘛。但你一揾個朋友傾偈，嗰個朋友就話：係啦，呢啲人真衰啦，哎，真係啦，呢個社會敗類，教會敗類。嗱，有啲人係咁喎，你一講咩唔好啦，佢會就助嗰啲人喎。咁樣好唔好啊？唔好啊！我哋唔好就助，我哋咧係去體恤、饒恕、化解，係咪啊？但你有冇發覺好多人走埋一齊咧，就喺度講噶啦？哎呀，老公真係衰咯！哎呀，啲人唔好咯。當有啲人咁同你講嘅時候，我哋係咪應該繼續同佢繼續講啊？唔係祝福佢，應該。但係咧，我哋又要學習留意咁嘅時候咧，你又唔好去指責佢喎。你指責佢咧，又唔係好嘅。咁咧，你聽佢講完之後，咁你可以咁問佢啊。咁既然佢咁樣，我哋可以為佢做乜嘢啊？我哋不如為佢祈禱好唔好啊？我哋有啲咩可以方法可以改變佢、祝福佢啊？咁你就引導佢正面啦，係咪啊？當你知道人嘅唔好，就引導用正面方法，得唔得啊？係得嘅。所以我哋選擇，當你見到一個好嘅人，對人都係善待人咧，你要珍惜喎。嗱，呢啲人係少嘅喎，有一個對你好嘅人，有人送禮物俾你，對你好，你就要珍惜，你咪就珍惜嗰個禮物啊！你係珍惜呢個人嗰個心啊，係咪啊？譬如你嘅嗱，譬如你媽咪，你媽咪會有時做啲嘢俾你嗱，雖然有時佢暗沉啲，可能長氣啲啊，可能啊，但係佢有做呢啲好嘢，你珍惜呢啲係禮物嚟嘅，係神賜俾你嘅禮物。其實我哋受到不同嘅禮物，不同嘅人，雖然有時呢啲人未必最好嘅，我哋都要珍惜。咁嘅時候咧，你做人咧會開心好多啊！感謝神，呢、這個世界有啲好嘅人，感謝神，呢、這個人對我好，係咪咁樣好啲啊？即係同咁嘅人交往，同埋多啲服侍主、傳福音啊、建立靈命啊、侍奉主咧。當你侍奉主，好似謝先呢個姊妹講啊，啱啱佢講翻屋企祈禱，然後瞓覺瞓得更加好啊！你見到佢改變，你就開心咯喎，係咪啊？咁你嘅人生就有意思啦。人生有意思，成個人都唔同曬，係咪？我想問下大家，你以後嘅人生係咪僅僅生存，有食有住有得瞓就滿足呢？唔係喎，我哋仲可以點樣啊？影響更多人，尤其咁多人情緒唔開心，係咪？情緒負面，咁多人咁煩惱，我哋可唔可以影響佢哋啊？可以。當你影響周圍嘅人啊，慢慢咧可以帶佢信耶穌喎。你唔使第一步即刻帶佢信耶穌。你同佢一齊，佢覺得開心咧，你已經開條路噶啦。你話咧，我哋有班人好開心嘅，你跟埋我一齊，嗰班人好開心嘅。你係引導佢咁嘅時候咧，神見到你會點啊？哇！呢個人真係好啦，我真係歡喜佢，呢個係我心愛嘅兒女啊！佢咧真係呢個全福音報喜信嘅，佢個腳中何等佳美，佢去到邊度咧，真係有佳美嘅腳中。哈利路亞！咁樣做人好唔好啊？好。其實我哋人人都可以咁樣，人人都可以開心快樂，人人都可以完全嘅輕鬆。嗱喺呢一陣，我想問下大家，有冇人有問題？即係你話，你又講得咁輕鬆啦，有啲人咁同我講嘅話，牧師你又講得咁容易啊？不過，哎呀，做人唔係咁容易㗎。咁我想問下大家，有冇啲覺得你困難嘅地方？你話咧，我呢個情況咧真係牧師太難啦，我唔得㗎。有啲人真係咁同我講。他說我的情況太難了，你的方法不行得通的。其實這個方法不是我的方法，是神的方法。基本上是什麼方法呢？神是開心的，神又想我們開心的，因為聖經說了嘛，你就要靠主喜樂嘛，是不是？聖經說了的嘛，聖經說了我就跟著去做，還有聖經說了，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？冇人能夠叫我哋選基督嘅愛隔住噶嘛？人能把我怎麼樣咧？有耶和華幫助我，我必不懼怕。人能把我怎麼樣？聖經嘅教導就話：我唔使俾人影響，我唔使俾人哋傷害。所有辱罵我哋人嘅辱罵都落在基督嘅身上喎。聖經有句咁嘅説話喎。嗰啲人鬧我，其實鬧咗落基督身上。耶穌承擔好多辱罵喎。不過耶穌好犀利噶，佢俾人鬧完，佢又冇影響喎。佢因為佢係神啊，佢充滿喜樂。神真係好好嘅。真係好到加零一㗎，係咪？佢人哋辱罵我哋，又辱咗佢身上。耶穌係好到不得了，咁所以咧個方法基本上就係有神唔受罪人影響，但我祝福佢，要恕佢。複唔複雜啊？
唔複雜好簡單係做得到喎，不過你唔記得咗做喎。